Welcome to Innovation Dialog. I'm Diana Ding. My voice. My story. My dream. Innovation Dialog. We are encouraged by their story.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丁薇平。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顾平山先生，George，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呢，是在川普时代，中国企业如何在美国抢占商业的先机。George，你好。你好。嗯，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顾平山先生啊，他的这个英文名字呢叫George。顾平山先生是江苏人，出生于福建，1949年来到美国，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化学工程学士和硕士。斯蒂文斯 理工学院呢获得博士，在Santa Clara大学呢获得了MBA， 那么他也曾经担任了亚美制造商协会和美国百人会的副主席，那么他实际上在这个商业和政治经济啊这些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人脉啊，在1978年的时候就率先呢把这个美国的这个汽车巨头通用汽车的 CEO 请到中国，而且呢在 资源整合上帮助很多呢大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来到美国发展和美国的企业呢走向中国。那么今天呢，这个非常荣幸啊，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大家其实我知道您在这个商业方面啊，在经济啊，在政治方面有很多的经验，但咱们今天呢聚焦在这个就是川普时代，中国企业在美国的那怎么样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川普时代呢，大家呢就是 有很多种的感受啊，就是有的人担忧，有的人说很好，有的人呢就分析了一大串，您怎么看川普时代呢？川普时代很不好说，老实说，因为他的个性是根本突然这样子，突然那样子的，讲话很冲突，而且有时候是非常意外的，所以根本他将来会怎么样做，我们都没有人知道。 算不清。那么你认为这个时代会是好还是不好呢？但是我们都是希望会变好。他底下有一批人是对中国是非常不友好的，对，是吧？但是也有一批，尤其是他的女儿跟女婿等等，对中国非常了解，也非常的愿意跟中国合作，这是一方面。对。 还有一方面是，川普在竞争的时候，答应美国人民，他一定要把这个美国的 infrastructure 基础建设，谢谢。那么基础建设在美国，大家都了解是非常需要改善。你知道吗？进了这机场你就知道，你到中国的机场，你觉得特别棒，又大又宽敞。进了美国机场，感觉进了乡村一样。而且我每天 开始出去去发现这个基础建设是怎么样弱，怎么样缺？对，街上满街都是路，都是洞，而且道路呢那么窄，老是塞车。对，塞车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是主要是在这个硅谷有这个问题，其他的地方不一定有这个塞车的问题。但是呢，要发展这个基础建设的改善，可能 一般人都说这个是怎么说1万亿的投资？对啊，1万亿钱从哪里来呢？是啊，没有办法吧？你不能在增加纳税人的这个负担了呀。底下川底下有一些人是想瞒过美国人民，就是说他不敢说我要提高收税。但是你可以，比如说你这个公路，你盖了公路以后，你可以拿这个过路费。拿过路费就等于是税一样的，因为谁付这个过路费，就是一般的人民的要付的，是吧？所以就说今天你这个公路最后可以从路税路桥费里面来慢慢收税，但是问题是你要先建设呀，你先面要一大批的钱投入，你这个钱从哪里来呢？很困难。那么美国现在正在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最近写的一个文章就是说， 川普，你要改善美国的基础建设的话，你必须跟中国合作。那么这个可能很多美国人是不认的。
我看了您的文章，而且不懂的，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看您这些年一直做的事情，包括成立您的这个普安城的基金会啊，其实呢都是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让华盛顿和美国的民众能够知道，借用您自己在多年建立的这个政商的这些影响力啊。那么你的这个文章当然是我相信是具有影响力的，在里面你最重要的观点来给我们再分享一下。OK， 不敢说有多少影响力，因为我总是觉得我是一个少数的声音，大数还是主要媒体。主要媒体，我觉得对中国是一个有偏见的，而且每年这个偏见的浓度越来越增加。对，我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美国的媒体90%以上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而且，可能有时候是有一点自然性的。因为我是记者的话，我写，对中国好消息没有人买。我对中国写坏的消息、批评的消息，这边才有人接收。那就证明说，这个民众的认知是有一些偏差的。呀，所以我觉得不只是那么政治家是最没希望的，政治家是只有说中国坏话，很少几乎没有会对中国说什么好话。他说了中国的坏话，他才能够拿到选票。因为民众是这个样子。他觉得是这样。但是这种的有一个。我们英文叫 self-reinforcing， 每一个讲一个坏话，都增加对中国的不利的影响，恶性循环。所以我的希望是把这个观点稍微改善，因为最后来说，中美对敌，两边是没有好处可取的，是的，是只有两边合作，对两边的人民才有好处，这是我个人，非常相信这个事情，应该这样说。我相信多数人也是跟您持同样的想法。您自己是怎么样说两边赢？对，这是一个渠道。现在我们讲到两边赢啊，那么具体呢？今天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那么，但是今天咱们聚焦在就是企业家怎么在美国在川普时代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啊。刚才呢，那我觉得您的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影响。你看，您自己是美国百人会和太平洋国际政策会的成员，所以呢，您在发表了各种这个文章之后呢，其实呢。也代表您对时事的一个分析，对整个大的局势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看法。所以今天呢，我就希望把您的这个智慧呢拿来跟我们观众来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中国有一个叫做 China Construction， 中国建设，中国建设，他们在东部，在纽约市的外面，就是 New Jersey 州有他们的办公室，他们投标已经。得到一个4亿美元的一个投标，做什么呢？把那个有一个在 Manhattan 东部的东河的那个桥，叫做 Alexander Hamilton 桥。这个很有名的历史建筑。呀，整修起来。那么他们得到这个标，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他们投的标是比别人合理、便宜、有实力。而且呢，他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的话，所有的一般的工人都是美国工人。中国的公司请了美国的工人在做美国的项目。为什么他要请美国工人呢？你觉得？你不可能太敏感了。你假如得了标以后，把中国的人几千个中国人工的派过来做的话，不可能接收的。但是。这个 bad politics 不可能做，所以他实际上是他一举三得啊。怎么这么说呢？就是一方面呢，中国的企业拿到了美国的这个基础建设的这样大的项目，另外呢，他又解决了美国的就业，然后又吻合了川普总统的这个美国制造，然后解决美国就业的这个目标。我觉得 Trump 应该注意这个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里面。什么？你这个投标是公平的。投标，中方公司能得到这个标，就表示他们有能力做更合理的、更经济方面更有竞争力。但是呢，还把这个美国的这个职业提高，比例提高，把这个就业率提高了。这是有一个例子。最近我看到那个 China Daily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在芝加哥。那个中国的公司叫做 CRRC， 就是那个火车的哦，就是那个动车那个，对对，就是高铁车里面的，
他们得到这个在芝加哥的那个地下铁的车要换，嗯，也是因为很老了，嗯，那么他们换芝加哥就要求他说，你要得到我们这个标，嗯，你要到我们附近做一个装配厂。哦，你要把工厂建在我这儿，哎，不能从中国再运进来了。是，是，嗯。成功了，两边都这个是说两双方都有利的。哎，你觉得这样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中国的企业家的这种管理的这种模式，这种商业模式真的已经超越美国了？因为他要中标其实很难，因为你想怎么降低成本，你美国人工很贵的呀，他要降低成本的话，他必须在管理上面他一定有超前的地方。因为他们有经验，嗯，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差不多有10年的历史，嗯，中国有很充分的经验，在这个基础改革，就是中国的这个就是高铁、公路、对桥、基本建设、转基础建设，那还有那个中国的制造业，其实都是相当棒的。对，嗯，是有经验的，对，所以他们来肯定是有利条件的。嗯，不过还有一个方，老实说有一个，就是说像装配的东西，嗯，原。要运来的装配还是在中国造的，嗯，然后你运过来，最后装配在这里装，哦，这是两边都有竞争的条件。对对，您刚刚讲到这个非常好，因为中国制造业其实现在已经相当棒。嗯，那么您刚刚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中国有这样的工厂的话，它应该是公司的话，它应该是在中国先做了前期的装配，嗯，然后把最后的这块端到美国来，嗯，然后由美国的工人去完成，那么也是美国制造。对，算，嗯，这个算一种双赢的方式。嗯，你假如是完全100%在中国做运过来的话，那他就这个 politics 就太就现在正好就对太敏感了。他说你现在我要反对中国制造，就不让你，反而会，受这里的政治家、人民等等都会受到反应对抗拒批评。嗯，对，你觉得啊？你看，像您这些年的话，我觉得一直在努力，就是希望呢能够把这个正面的声音发出来，然后让世界了解中国，就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我觉得他是怕中国，他为什么负面？实际上他是怕，或者说呢，他是有一点点就是觉得怕你会超越啊这种。你觉得这种怕的这个东西呢，有是哪些人会怎么来的呢？哪些人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大部分是。对中国是不了解的，嗯，那不了解他们可以随便说，嗯，甚至瞎说八道都可以做，嗯，所以假如我们像我们这种人应该做什么工作？只有怎么样反对他们这样说呢？主要是提供信息，对，把实在的情况介绍给美国的民众，美国的民众，民众和政治家，有时候有办法的话，也参入美国的主流的媒体上说话。对，没有办法参入的话，只好像达彦你这样，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创我们的渠道。对，其实我觉得您做的已经很好了，因为您是这个New American Media 这个的董事嘛，嗯，而且您自己不只是参与美国媒体，写了大量的文章啊，而且呢，你也自己也参与媒体的运作，你没发现说中国的媒体，中国很多很强的媒体在中国都很强，为什么来到美国就这么难呢？因为像很大的这么中国的。多少亿人观看的媒体到美国都很难发展，为什么呢？可能有有几个因素嘛，嗯。一方面，就是他们有些可能英文是第二个言语，不太流利。对，就是很流利的话，没有学到在美国的这个沟通的方式。嗯，有时候他们学的是。传统英文的英文，英国的英文，讲过在这里讲的话有不太实用。Just a language。哎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是文化的问题。嗯，就在中国，我们要沟通的时候有某一些的方式，这些方式可能在美国应该要改，但是我慢慢觉得也有进步，比如说。现在在 China Daily 里面有一些是中国来的记者，他们写的英文现在
蛮不错的，蛮像样的，是。您刚刚点到一个要点啊，就说有的时候这个很好的媒体来到美国以后呢，你只是一个英文，也许你的英文的写得很好，但是你不是这个 philosophy， 不是这种生活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对。那么一个人如果你在这儿没有待到十年以上，你大概很难真正了解，甚至十年我觉得都不够。像您自己是49年到现在，49年到现在多少年？60多年。49年的，对，快七十年了，还没有。四九年到现在，对啊，因为中国是49年成立的嘛。OK， 对对对，你没有想到你已经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我应该承认，我是80%洋化了。对 ，OK， 是的。所以你要我沟通的话，我讲英文毫无问题。对，我的说服力。应该说我的英文的说服力要远远超过我的中文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这样子的人能够在社会上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之前我也跟你沟通，我说我希望你能讲中文。那你说我可能有点小小困难，可是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谢谢。非常好。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让更多的我们中国的企业家能够了解，因为我们的观众呢主要是企业家的这些朋友啊，让他们能够了解就是说在怎么样去走进美国，然后在这个时代呢怎么能抓住机会。您刚刚讲到几个我觉得非常好的要点，但是你也会看到很多的中国企业走出来之后，他比如想要开创自己的民族的品牌呀，想要去做怎么这些事情呢，他们真的是困难重重。你觉得他们主要犯的一些就是一些这个错误，或者说有些哪些地方是可以再做得更好？我想中国公司要到美国来的话，要那个要做很充分的准备工作。准备什么？准备了解美国的文化。我是准备了，我心里准备了，我也学习了很多资料了。了解文化以后呢，到这边来可能需要做某一些是我们也叫做本地化的工作。怎么样的拉拢一些像您这样的人？我是可以讨论。对对对，不过这边的这边有各种各样的人可以取到。您刚刚用了拉拢这两个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是吗？为什么要用拉拢呢？因为不拉是不拢的，对吧？可能我是对，我不是很对。是吗？真的很对，我认为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字用的非常好，因为什么呢？不拉是不拢的但是拉要有技巧。OK。怎么样拉拢我假如你是中方公司到这里来，第一件事吸引来听别人的意见。对，不要说我们在中国怎么样成功，我们肯定到这儿来一样能成功。结果你的商业模式到这儿就不 work。 不见得会。对，不可能是不需要修改。对，不需要改善。是的。所以准备工作是派人来了解这里的情况，然后呢你派人来的管理的也要有信任他们，让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能做主，不能说所有的东西还是卡住在国内的总部家里，中国的总部来决定。这样子就不行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看到很多，尤其是几年前很多派来的在这里做了很多工作，结果呢总部不信任他们在说什么。那这个整个是浪费的所有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原因啊，因为我其实也跟这边的一些企业家打过交道，有些国内很好的公司派了他们的这个人来到这边呢，在硅谷要建立一个他的总部。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在这待的久了以后，他发现了这边的一些变化。本来呢在那边总部有他的一个文化，有他一个做事的方式，但他来到这边之后呢，他其实呢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他跟这边的人打交道，他的想法变了。当他的想法变了以后呢，他就没办法跟总部的文化就会产生了一些冲突了，是这样子。其实你来这里以后你的想法变了，是好事啊，是好事，是好事。而且因为你了解总部是怎么回事，因为从总部出来的吧，对，所以你现在是一种的理想的当中者。对，你可以把这边学的什么东西转告到对方。对，你不能这样，你这个左转不能做的话，那是很遗憾。你不能硬着转，对，你硬转就脱节了，错过这个机会了。是的，是的。
这个就表示说派来的人没有派到理想的人，派到理想的人应该有这种脑子啊，沟通的技巧，可以做左转，就是 left brain right brain 都可以变来变去的，这种人才行。你有见到理想的人吗？理想的人是什么样的？我老实说，我七八年七九年开始在美国公司到中国去，我就发现我必须做什么工作，我必须帮中方讲的话介绍解释给我的美国的同仁客户吧。我们也在做这样的事。同样我还需要美国人在讲的时候，我必须要想怎么样的转告这一方面能受到中方的接收。所以我一直有这种的一直转来转去的。所以你就是这种人，对，你就是这种人。美国人在讲话的时候，我是变成一个中国人的观点来吸引。中方讲话的时候，我变成一个美国人在听，他在到底怎么样讲，我怎么样的。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这你说到一个要点，就是不单纯的是一个 translation， 不单纯是个翻译这么简单，而是呢完全是把这个意思融会贯通之后，用这边能够接受的方式和语言和思维的方式把它呢转述出来，然后把这个事儿达成了。是一个主要是沟通的方式，并不是言语 translation， 就是对，而且那个时候老实说，七八年七九年，尤其是七八七九年的时候，我的中文的水准不是那么深。小学毕业后，靠那个看《三国演义》一直在培养我的中文的。你现在中文非常好呀。这是也是为什么后来常到北京去，出差到北京去嘛，慢慢的有进步。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就是考虑到我需要了解这个意义在哪里，而且怎么样把这个意义转告给对方，对，这样子才两边才有才这个要合作的话才合作出来，才变成成功的一个项目。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在美国的川普时代啊，在这个基础建设呀，还有美国制造啊，这些虽然说听起来有点民粹主义的口号下，但事实上呢孕育着很大的新的商机在后面，是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中南海的跟这个白宫的沟通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帮忙的方法。什么说，也就是说我们来合作，我们来这里投资，对美国是有好处的，我们来这里设厂的话，肯定会影响到那个地方的经济。对，因为很多美国人看到你是中方来投资的话，好像你来偷什么东西的样子，这种的态度是不能，要非常努力的解释说这是完全不对的，不可行的。是的。那么其实呢，只有抱定这种开放的态度啊，而且对中国企业家来说也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在这个挑战当中呢，才锻炼了你的意志和智慧。那过去几个中国的公司来做一些收购的，不成功，他们没有完全了解到你要来这里收购公司的话，你必须做很多这个宣传的工作，对 PR 的工作，对 PR 工作没有做好的话，这边的这个反抗的一个感想就会慢慢的，你就算你什么都没做，他也就不喜欢你，他不喜欢你反对你可能没有任何理由，但是呢中国的公司呢这个通常到这里以后找一个美国的 PR， 然后就开始做了，但就算花了很多的钱后来也不见得成功。这个呢是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告一段落，但是希望呢今后呢再为大家请到的就是美国的企业发展的资源的整合和策划的专家啊 George 来到我们节目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如果大家呢有需要 George 帮忙呢，他也会很愿意。哦，谢谢，以后再谈。谢谢，时间够了，不快。
梦想改变世界，创业你我同行。Together, it's the end.